Hello，早上好。昨天没怎么睡好，感觉好困啊。这个是我昨天做的面包，然后刚才我烤箱加热了一下，没有设置时间，烤过头了，现在外面变得脆脆的了。然后这个是酸奶，一明的酸奶。倒了一点，现在好像一鸣又出了一个新的希腊酸奶，大家有没有喝过？不知道好不好喝。那我一般都喜欢买一鸣的，原味无蔗糖的酸奶。哦，我们这边现在好热啊，昨天我们这边有40度了，今天也差不多的样子。感觉整个人都热得不好了。这个是芋泥馅中馅。哦，之前我看有弹幕说加速版的，看有弹幕说蛋黄酥里为什么没有蛋黄？那个是小可爱指定要不要蛋黄版的，就没有放。上期我不是来姨妈嘛，然后喝那个冰粥，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反应过来，然后好多小可爱就弹幕说，让我不要吃冷的什么的，就觉得好暖，然后谢谢大家的关心。我这个人的话，不怎么会表达，但是还挺容易被感动的。然后有时候看到大家一些弹幕或者是评论，就会觉得特别的暖。哦，对了，大家有没有遇到过，就是在B 站上面私信我，然后我没有回复的情况？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，有小可爱私信我，然后我回复了，但是他没有收到，然后有几次对方回复我，我也没有收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私信我，然后我没有回复的，那个应该就是我没有收到了。这个是紫薯芋泥麻薯的，哎呀，被我烤过头了，外面现在有点硬，脆脆的。
不过还挺好吃的。我本来是想做两个的，结果这个线塞太多了，然后皮包不起来了，然后就索性直接做了一个大的。我平常吃东西的话，就是比较喜欢大口，然后嚼的话嚼得比较慢，每次都要嚼好久，所以后期视频的话我都会把嚼的过程剪掉一点，不然感觉看着嚼好久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不舒服。有点热，刚去开了一下空调，感觉现在外面应该已经差不多要被烤熟了。刚才第一口，感觉外皮脆脆的，还挺好吃的。但是我嘴巴上，天花板上面上火了，然后就很疼。这个硬的外皮磕到，咬得有点累啊。
这个是巨无霸，蟹有点，蛋黄移位了，这个是紫米麻薯肉松的，蛋黄跑到一边去哎呀，刚才忘记按了。这个是南瓜糕，这个也是纯手工无添加的。这一盒的话是小盒，它还有大盒装的。刚才被我咬了一口了。感觉这个配一杯红茶或者绿茶刚刚好。
天，这个也很适合夏天吃，凉凉的。我本来以为小盒的会不够吃，现在吃下来感觉也，其实也差不多，一个人的话刚刚好。自己做吃的的好处就是，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，想要加什么就加什么，想要怎么样甜度或者是怎么样，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。被我烤过头了，真的有点干。现在吃饱了，好像没有之前在吃之前的半个那么过瘾了。那时候真的是蛮口馅，感觉。
这次这个面包体是全麦无糖无油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吃到这里喽。大家如果想吃那个南瓜糕或者什么的话，可以去我的微店购买。然后有什么要求的话，什么都可以私信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